空压机保养完后，顺手将机身外表的油污与脏污擦拭干净。接着准备试车，先将出口端球阀打开，大电端送电启动空压机。空压机启动后，安全阀在空压机内有压力时进行检查，由下向上拉起后，有排气声代表正常。用手检查刚刚旋开的部分是否有漏油、漏气的现象，如果没有，保养即顺利完成。以上是简单的自主检查和保养示范。当然，我们建议每半年由复盛工程师或经复盛认证合格之服务商来帮您做健检。希望透过今天的影片，让各位了解保养的方式。在保养时，也请选用正常零件，以免影响设备保固权益及设备稳定性。如果您在操作上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复盛免费服务专线080-088-1953，或是透过 LINE 与 Facebook 与我们联络。